声《爱情传奇》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等会儿。谢谢吧啊！好几个大老爷们喊爱于老师。哦，谢谢，受累了啊！就没有一个女的说喜欢我的是吧？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谢谢吧啊！天儿也不好，大伙儿还能四面八方赶到这儿来听相声，不容易，好几千人啊。可见你们是多爱听相声啊！喜欢嘛，谢谢吧。刚才是刘鹤春和刘哲，对，比较杨乃武写状，是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。我们哥俩跟大伙儿聊一聊，哎，其实都熟悉。郭德纲，吕编，别说废话，把晚饭说说。我们两个人从2005年。您给我证实一下。对不起，说话嘴里不清楚啊。吕编，哎呵，因为我们从2005年就在这边开始，没听说。咱不能下手，就是合适，都这个岁数是吧？啊，你今年是43，43了。我比你这么有大20岁啊。这个，你先等会儿吧。我比你大20岁，虚岁也不行。哪有这么虚的？虚是40的。你也没上过。你比我大3岁。是我39。到啊，就这样吧。我都不抬杠。抬杠比打分挣得多。我也快40的人了。是不能瞎说了。老话说得好，40不惑。没错，40就不让霍霍了啊。40之前也没让霍霍过啊。这么些年来靠着大伙儿的支持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是站在舞台上看着各位，我大心里特别的高兴。是有的是哥几个一块来的，有的是小姐们一起，有的是一家人一块儿，哎，有的是带着老婆，有的是带着别人的老婆。还有这个带别人老婆的请举手。我还真有。好，谢谢你们的坦诚。注意安全啊！怎么还注意安全了？出门人打了我都管不了啊！世界太乱啊！什么话都讲，挺好啊。对生活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。哎，另外呢，生活中会有种种的不如意。哦，最重要的是坚强。是啊，曾记得法国有一个大发明家叫约瑟夫。约瑟夫啊，1872年他发明了机械风扇。哦，比拜伦的那个技术又提高了一块。我不知哪个是这方面专家。1872年，法国的发明家约瑟夫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过。他说生活是非常坚强的。哦，如果你不能坚强，请把这两个字翻过来。强奸。别说啊，别说出来也是这么回事儿。约瑟夫教导我。约瑟夫说这，约瑟夫嘛，你看一看就不上学的人啊。你知道约瑟夫？约瑟夫嘛，发明家，俩儿子。哦，大的叫约架。二叫约炮。您别胡说八道。但是不管是不是他说的，生活第一需要坚强，第二需要的是乐观。这是有道是家和万事兴，这都是老话，是不是啊？在后台看着谦哥，带着孩子跟嫂子们坐在一块儿，我打心里边，你先等会儿吧。真行啊，这别想了。嫂子门呢？嫂子倚着门呢。干嘛还得倚着门呢？倚着门，这儿掖着手绢，这儿嗑着瓜子儿。没听说，什么形象这儿？我今儿也不怎么那么高兴。谁高兴？今儿你们尽量晚走会儿，我愿意多说一会儿。今天你呀、啊，哎，今儿您是很高兴。我说这事儿，生活就是这样啊。天天在后台，我甭跟别人聊天，就跟德云社这帮说相声聊天就很开心。那是、啊，每家都一本故事，不一样的故事。哦，我们有一侯震，都是认识吧？侯震大伙儿都知道是吗？啊，认识啊，侯宝林大师的长子长孙。对，我师弟侯震，说话嘴碎。嗯，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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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头语。脸长得这么大个儿，哦，大脸盘，跟囊似的。
什么形象啊？侯震就挺可乐的。嗯，侯震跟他媳妇儿，哦，有时候我老说，我说弟妹真是个好人。怎么？因为侯震一天到晚除了跟我出去，要不就演出，要不就拍戏，嗯，也总不着家。嗯，弟妹不错，对老的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，啊，所以说我有点时间我就说。你侯震回家陪媳妇待两天，瞧瞧去。他也是挺好的。哦，我就开个车带着媳妇儿这儿逛逛那儿逛逛。嗯，带着媳妇儿，这是前门啊，这是西单，门都没出过。西单前门都不认识，没去过吗？家里活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挺好，开车这是哪儿那儿？媳妇儿心里高兴高兴。是，开着开车一低头，哟，怎么了？车里有一只高跟鞋。哟，侯震那脸都绿了。半天，赶紧把这鞋顺着窗户扔出去了。一会儿媳妇问：“哎，我脱了你这鞋哪儿？”嗨，这疑心太重了，自个儿想多了，可不是想多了，想多了，把自个儿媳妇鞋都扔了啊！他这不算小心眼儿啊。后台有一位小心眼儿，还谁？高峰。啊，高峰也熟啊。高老板，大伙儿也知道吧？小心眼儿吗？可那太小心眼儿了。是啊，只要一说出门，一回家，咕噔先给媳妇跪下。干嘛呀？我走三天。这三天你别出门，我求你别出门。哦，外边坏人太多。哦，怕坏人啊？媳妇就给答应啊。嗯，每次临出门找一草棍儿，嗯，别的门上，咵。那干嘛？媳妇一开门，草棍就掉了。哦，就发现。哎，下楼拎一口的面，嗯，打门口撒着面。这什么是做贼呀？那是的。媳妇一出来就踩上了。啊，就知道了。顺脚印就倒这了。好家伙！前些日子我们上加拿大演出去，啊，乌登给媳妇跪去了。十天啊，十天，这回唱十天别出门啊！媳妇也答应了，是出来之后走到门口给小区保100块钱，这是看着这儿，我们家谁来了到时候告诉我。哦，还派盯梢。十天之后加拿大回来一进小区，嗯，有人吗？啊，保安说就你走当天来回送信。啊，嗨，到现在还没下来啊！好嘛，就这送信的要命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开玩笑，这都小心眼过分的人。哎，过了。你要说真有毛病，就是我们后台叫孙越有毛病。哦，那大胖子，大胖子孙越，嗯，说相声的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，啊，都是。哎，这个孙子呢，等于是这孙子，这怎么像？应该是这个外孙子，啊，这个外孙子啊，把外边搁出去了啊。这两天没来，嗯，那个闹嗓子是，嗯，在北京什么医院住的那个肛肠科那儿。闹嗓子住肛肠科呢，耳鼻喉科没有床了。对啊，给挪那儿，反正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远了。这怎么能差不多呢？就一讨来了劲儿，怎么报警啊？啊，就这么大，大胖子，我们整个后台就他啊，嗯，道德沦丧。又怎么了？你想那模样，你看那模样像好人样吗？哦，就这么大个吧。嗯，他站这桌子后边，桌子挡不住他，太宽。这演出没事，自个儿就出去了。哦，咱不知哪有那个地儿，他老能找着。小房间点一小灯泡，小粉灯，满处去啊，喊啊，里边那进来，别叫了，摇头，转身就走，不好看，不是进不去那门，哎，嗨，哎呀，这冲这也得减肥，是不是？大胖演出完就这数，嗯，他都跟岳云鹏在一块说相声，都知道，对，岳云鹏、孙越啊，那回真成功了，哟，也不哪家那门怎么回事，哦，啥事儿，进去了，嗯，跟那儿住了一宿，很开心。是啊，开心啊，花了30块钱。嗯，多少钱？30块钱。30块钱。30块钱。哦，啊，咱不知道是优惠也是怎么回事，赶上打折的店庆哪有店庆的？我也不懂那围裙。胖子，打这屋一出来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哟，对不起自己的媳妇儿。怎么？你想想，媳妇儿对他这么好，哦，干了这么一件事情啊，良心发现，哭着就回家了。嗯，进门跟媳妇儿就说。我跟你说啊，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是一定要原谅，哦，不能干一件坏事就否定他的一辈子。真是，谁都有亏心的时候，谁都有对不起的时候，只要说出来就是好同志。对，媳妇儿也哭了。啊，是啊，嗯，我是跟岳云鹏有一腿。什么乱七八糟，把媳妇儿给勾出来了，这都真事儿。哪儿那些真事儿？听岳云鹏说的。哦，那真事儿啊！别瞎说。现场还有孩子，你让孩子谁说孩子他听不懂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他早晚也得听得懂啊，已经听懂是吗？他拿着本正记录呢。
我小时候有这么好学，这是好学。嗯，要说起来，这后台最好的人就是于老师。哎，到我了，真的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长掉门了。但是您是这份儿，真好。您有很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武装观、白云观。哎，别说了，我这出家了是吧？您确实是挑不出毛病。客气，感谢您的父母为中国相声界带来这么一个笑话。笑话，我成笑话。带来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您就客气了。43，对，43年前那一天，中国相声界出了一件大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您的降生。嗨，据史料调查，那一年天气不好。是吗？天下大旱，没水。何止没水？没有水，没有粮食。哎呀，那一年仓也空，井也空。苍井空了，那位还有联系，不太清楚啊。反正好记，就那一年，哦，天下大旱。嗯，你父母在家里边很焦虑，是你母亲也是，因为就那天生了你嘛。啊，对。哎，你母亲很焦虑，是不知道有孩子啊，傻丫头，都那天都生了，都不知道有孩子，不知道那天会生的。哎，您说清楚了，老太太坐在屋里边，嗯，打肚子。叼烟卷儿，还抽呢。我妈这是要取经去似的，什么模样？这是也不想吃饭啊。老头还问呢，嗯，夫人，你吃点什么呀？什么菜？唐僧到哪儿了？好家伙，老妖精这是，要吃唐僧肉，有唐僧肉也吃不下去。你急这干嘛呀？啊。到晚上睡觉，你母亲就觉得这肚子拧得慌，那么疼。到时候他往下坠啊！我是没生过孩子啊。那你别行，我想合适你那样是吧？别想，我就肚子胀难受。哦，一直往下坠，往下坠，夜里12点。哦，老太太坐着我睡不了，不行，这肯定是不行。这要生，太用力劲儿往下坠。哎呀，老头儿就喊：“加油！”哎，嗨，有他什么事？使劲啊！使你使劲，老太太一较劲啊，哭嚓。这一看拉了是吧？生生，你是没生过孩子，可你拉不屎。不是这事儿可对了，你这说这么肮脏的话题。废话，哭嚓生孩子。哎呀，行行行，行了行了，哗啦啦啦啦，没有这么大事儿。哗呀呀，哎，生一花脸出来是吧？叮当的咚的当的葫芦娃。不懂不懂，你不懂就别形容。没生过吧？啊，就啪嚓生一大胖小子。哎，我摔出来知道吗？哎呦，家人都高兴 啊，这回算行了啊。老太太也高兴。哎呦，感情是有孩子了，多新鲜。可不是有孩子了吗？你真好真好 啊，到了满月那天，家里边亲戚朋友都来了，得祝贺呀。啊，大伙都哟，这孩子了不起。是家里头上岁数的那个，这咱不知你们家什么什么老爷爷的身份啊。嗯，这孩子好哦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哦，看面相，嗯，日后必有汗脚。嗯，这孙子怎么瞧出来的？这可差6辈了啊。这差几辈也不成呀。了不起。嗯，把孩子举起来用太阳照一照。这是干嘛呀？老年间的人讲究迷信哦，孩子举起来拿太阳一照，地上有影子哦。影子不叫影子，叫魂魄哦。这是魂，影子代表着魂。哦，如果影子深浅，它是有一定说法的。怎么讲？这个影子特别的浓，特别的深，嗯，说明这孩子日后没有出息。哦，影子特别的浅，嗯，哎，说明日后他了不起。嘿，看着浓淡决定他的命运。哎，这看一看，照举起来看看这魂，我怎么样？哎呦啊，这孩子这魂蛋啊，魂蛋！这老头怎么说话呢？这是。就说你的魂呐，影子浅啊！你说浅多好，在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果不其然，啊，我们见证了这一说法。啊，我是真混蛋呢，是吧？这还见证干嘛呀？就说你是一个人才啊，好，方方面面挑不出毛病来，那是完人了不起啊！没有啊，首先说身体好啊，那是，就这一后台说相声的100来人，啊，身体最好的谦儿哥。确实不错。他秉承了一个宗旨，嗯，三快。怎么叫快？吃得快，睡得快，拉得快。这也好啊。这个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人吃5谷杂粮，没有不得病。是，没有避讳说，我们回避一下，谈不到。嗯，吃得快，啊，荤的素的，
凉的、热的、甜的、咸的，什么都能吃，不忌口，不挑食，营养均衡，是吃得快。第二，睡得快，睡躺下就着，这好吗？有的时候有点愁事也就烦得慌。嗯，躺下数羊吧。哦，躺着一只羊，这就睡了，别数好不好啊？睡着了 啊。第三，拉得快。不是这怎么个好法？这好像说的很脏，但实话实说，列位。谁不上厕所是不是啊？咱没有必要人为的拔高，哟这位都成圣人了，他都不去厕所，你这是个貔貅啊是吧？那也不对，谈不到。拉得快怎么好？排泄功能非常的稳定，而且有规律。哦，规律，每次都拉得饱饱的。这什么话呢？我往回拉是怎么快快的啊？快就完了，快，而且时间是有规律的。哦，每天早晨8点钟准拉，这定点，9点准醒。我每天都拉炕上了，我这生活不能自理了，我这数十年如一日。哎，好，瘫了不是多少年了啊，挺好。不光是身体好，这个人心眼还好，主要是心眼。凡是长寿的人都是心眼好，是吧？他老算计人，他就好不了，是吗？这个人没有，后台老拎着一包，这干嘛？跟演出没有关系，那是做好事用的。怎么做好事？拎着包，德云社演出小剧场，嗯，旁边那个小饭馆找来，于老师帮忙。厨子忙不过来，侯总，我这就去。啊，厨子我行。打开拉锁，拿出一白大褂，穿上。我自备白大褂。你看白白帽戴上，嘿，奔人那儿抓抓抓抓，连切带炒。哦，一套。哎，不要钱，白帮忙。这热心肠，就好这。这儿脱了，不见几位，走了，回来了，叠好了，搁包里。又有来找帮忙的了。这是于老师，街坊孙奶奶去世，这我儿子在国外回不来。短孝子出不了殡，孝子我也成。头走，我这就来。快把白大褂拿出来了，多用的这是。白帽子，好。到哪儿去？自个儿预备好了。这是折叠的一翻儿。我浪吹的是怎么？这我都备好了，专应这个的是。专应孝子贤孙，我没听说过。啊，一会儿又找来了。啊，这边体育场。要比赛了，这我能帮上啊！于老师，来，您给检查一下吧。这是验兴奋剂，这我也懂。运动员有的时候跑得快、游得快，人家怀疑是啊，是不是喝药了啊？怎么办？得专门验兴奋剂。这个到这称呼都不一样了。哦，于大夫，那是人尊重我。好，你头走，我这就来。哦，白大褂又拿出来了。哎，我都这紧着白大褂接活，大错不了啊。嗯，到这儿啊。嗯，于大夫到。远接高迎，一推门，嗯，于大夫来了，进这屋是啊，检查兴奋剂其实就是验尿啊，对，一进这屋啊，嗯，有大条案桌子，一杯一杯都摆好了，哦，这我来检查，有请于大夫，非得我来不可呀，把口罩摘了啊，我还戴口。这儿去了，白手套，嗯，可以了。拿起一杯来，哎，颜色，哎，你看，不是这位尿出茶叶来了是吧？我这吹什么呢？掏出一根吸管来，哎呀！别吃了，我不要吸管好不好？这个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那我白喝了。你又拿起一杯来了。嗯，一口还不成。怎么样？血糖偏高。嗨，这跟运动员都没关系。注意个人卫生。哎呀，咱们说点正经事儿成不成？这个呢，结石。哇，这都是运动员吗？这个。哎，也有喝不下去的时候。
哦，坚持。行行行了，约瑟夫教导我坚持。我这时候想起他来了。这屋喝完了啊，请于大夫到下一个房间。还有，外部走上这屋来。哦，大桌子，老是这屋桌子摆大杯啊，这么大大杯。于大夫，请。啊、我很兴奋啊，好过瘾呐、啊！哪儿就过瘾？我尝尝得了，这。哎。什么项目啊？赛马的马。好家伙，我什么都管呢，合着了不起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心眼好，心眼儿胃口好啊，这心眼儿喝嘛嘛香。嘿，不光这个心眼好，脑子还聪明。哎，脑子确实是，脑子不好能应这活吗？啊，缺心眼儿这叫。德云社后台说句良心话啊，外号叫科学家。你叫科学家？真的，科学家跟后台，我想啊，你看玩那个玩什么都是他头一个。嗯，手机下载软件也是他头一个。哎，我好这。刚开始玩微信也是他。对，跟那玩，我说什么呀？嗯，微信是。哎，发图片、发语音、发什么都行。嗯、你看我给嫂子发一个啊，我写给媳妇发一个。老婆，你在干嘛？发完了，哎，你拿着，我接过来。上面有一行字，写的是对方正在偷人。什么？你出事了？啊，怎么办？对方正在输入。什么学问？这俩字儿能那么乱吗？我冷汗都下来了。我心里，我以为你知道，知道什么了？我啊，你破案了。玩这个头一个，玩那魔兽，后台头一个，德云社后台那角那儿有一电脑，他跟那儿。头一天我在跟前儿，我说你干嘛？注册，注册有个注册名，哦，我写于谦儿，不，没有写真名的，是都写一个这个注册名编的网名起的。我说你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他在后台辈儿是最大，我徒弟都管这个大爷。对，啊，想半天，注册名，我这个名字是谁的呢？你大爷的，怎么起个这名字？就是每次一登录一行大字儿，欢迎回来，你大爷的。啊，先挨句骂。他们玩的叫什么？团队副本的，是叫什么？一帮人打仗啊！你听到耳麦里边，你大爷的，快点！恨疯了我了，这几位，挺了不起的。玩会儿游戏，放下去了，毛笔抄起来了，这是练字儿了。哦，书法也练。你不行吗？啊，练字练毛笔。哎。观众进后台，于老师给签个字吧。啊，抻着那宣纸。哦，宣纸给你写毛笔的，健身的。写于谦。哎，画纸抻好了。是，严德诺献宝笔。哎，一挥而就写于谦啊。对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还有俄罗斯血统似的，我这名是写那么长吗？净写错啊！哎嗨，这就别练了。写毛笔字儿，一会儿我坐着开始写作，啊，创作。好家伙，你写什么呢？嗯，《孙子兵法》。我这也用我写，了不起呀！啊，于老师，等会儿，别叫于老师，请叫我孙子。什么名儿这是？不服行吗？啊，这儿一喊孙子，哎，坐上一玩这个里边，你大爷的快点！好家伙，净沾辈儿上了啊！玩会儿写会儿，一会儿看书。哦，后台一大字台。买的各种书籍，看书，古今中外没有看不到的书，全看啊！什么《三国》呀，《水浒》啊，哦，《西游记》啊，四大西厢记，嗯，《西毒记》啊，《西毒记》没有这书，叫什么来着？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啊，国外的书也看，嗯，钢铁是种子炼成的啊，河北翻译的吧？这是，还种子炼成的，什么口气？是种子炼成？哎，行行。怎么练成？怎样练成的啊？对，这都看啊，大桌子，这摆一本书，旁边放本字典。嗯，字典边上是工具书，这是怎样查字典？全不会，三本一套啊，必须一块儿看。这个。
这是闹耗子呢，是因为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。听我说，我太忙叨了，了不起呀、啊！没有什么，正因为您的综合素质，才娶了我们嫂子。啊，我媳妇儿，你差一点儿，你媳妇儿都看不上你，是吧？媳妇儿眼界高，要求高，有人见过，可漂亮，是吧？比这小三儿来对，小孩儿啊，不是，他比你小，啊，比我小几岁。你要到七十多岁，他比你小三儿来对，还是差不多的。他比你小，就是比我小，特别可爱，大眼睛，啊，那么 大眼睛，尖下颌。我每次看见嫂子，我都得想，葫芦娃会来救我的。哎，好，看见妖精了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您得尊重嫂夫人这份儿啊。多的见的都是，哟，德刚，上家吃豆腐去，去吧。什么话？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会炒菜，麻婆豆腐做的是最好。啊，您说清楚了，上家吃豆腐去。你这别逗弄了，这就上家去，咱规规矩矩的跟嫂子。有时候去了也是买的水果，买的什么？啊，进门啊，嫂子您挺好的啊，谦儿呢？哎呦。你来的正好，他刚走啊！哎，我刚走，就来的正好。不是我不知道你走啊，不是你出去。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进来坐着。洗澡，洗澡，洗澡。咱别胡说八道。买这冬枣，洗澡，洗澡吃。怎么这么别扭啊？这是。说句良心，我跟谁开玩笑？我跟嫂子不逗。我瞧出来了啊！你这个心态是真好。哎，再一个，说句良心话啊，这就算我开玩笑，谦儿哥。不会胡思乱想，那我们过着哥俩交情在这儿，对，一块长的这么些年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是不是？打我想我打十几岁到北京，有哥俩一块玩，是，这也算发小了，可不是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有时一想起原来挺可乐，是吧？嫂子非常好，但是谦哥您得承认，嗯，倒退些年，您的这个爱情不是很顺利，这倒是有点坎坷，这不堪回首话当年。谁没个十七，谁没个十八呀、啊？都年轻，是不是？谁家烟囱不冒烟？这很正常，过日子嘛。小的时候，他爸爸给他弄的什么？嗯，娃娃亲啊！我那时候还有他爸爸老古板儿啊！这个谁这闺女跟你一块儿两口子之后，小孩懂什么？他四岁啊那女的七十二，你想啊？我不懂，那位得懂吗？那七十二差太远了。不是，其实啊，其实二十多。也差不多，没成，就到后来一次一次的交朋友都很不顺，是。其实小时候我们都崇拜他，啊，他比我大好几岁，他都懂，什么都不懂，啊。我想那年我十九，那年他二十三四那会儿，那回问我了，带你出去玩你去吗？跟着我一块儿，哪儿啊？歌厅去吗？我那时候就好歌厅。你看，咱说良心话呀，那会儿十八九的孩子懂什么呀？是一听说这么有诱惑力的事情是吧？是，我们是抱着批判性的心理去学习的。那时候就批判了，开始走，再去，感兴趣，带着我去挥霍。我们俩坐29到817，然后换300到937，庞各庄下车。嚯，到郊区了。夜里很，霓虹灯闪烁，哎，几个大字儿，嗯，翠沙燃歌舞厅，进了西瓜地了。进门一瞧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。哦，高档，站着一堆美女啊，嘿，都穿着绿色的衣服，上面一道黑一道黑的，都拿西瓜出来的，是吧？就跟这儿唱着情歌，情歌，吃了一杯，闹坏了，杀了你的狗儿，舔了两口，这就是卖西瓜的，这个老北京风情。哎呦，人家这叫西瓜派对，哦，西瓜派对，坐那儿坐着都傻了，哦，没来过这个，嗯，人家跟这儿啊，不是有身份啊。一瞧就老来熟啊，把烟搁在桌子上，嗯，撕一张烟纸，是烟一阵卷着抽啊，省点是点啊，点烟啊，来小妞，瞧这老手，人家有负责人过来的啊，哦，那个要什么样的？嗯，听说你们这儿有留学生是吗？好，介绍一下。有刘英的、刘德的、刘法的，嘿，有刘宝的，刘宝，保加利亚，嘿，刘宝的，来刘宝的，一会儿就刘宝这回来了啊，站着，啊，先生吃点重的啊，刘宝定的这是，吃牛肉火烧不？行了，这不是刘保加利亚的这个，反正就带过我去过这么一次，后来不带我去了。那是因为您知道这个泡妞这个工作不适合团伙作案，
单独的，哪见过租团泡妞的是吧？没听说过，好歹得便宜一个人啊。后来他再也不带着我了，得亏没带我，是吗？后来就交往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女朋友，搞对象。我印象中那是个三月份，哦，春天吧，三四月可能是。谦儿哥一个人也是他的光棍儿，那会儿二十五六、二十四五了，没女朋友，春天去踏青，哦，踏青，哎，找了一个公墓。我上公墓踏青，清静啊，真的倒是没人，看看上坟的，看看烧纸的，是吧？哦，看，哎，我溜达溜达，业余生活太乏了。嗯，走着，一抬头，哟，这是坟地有一墙头，哦，墙头上面坐着一个女孩，这什么女孩？这是很斯文啊，是吗？坐在墙头上，叉着腿坐着，嚯，这还斯文呢？这手拿着烟。哎呦，这手拿瓶啤酒，烫一脑袋花，这很有福气相。一眼就看中，那得看，这日子能过一块儿啊？嗯，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谦儿哥三大爱好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您就别，我要批评你们说的不齐啊！我们再来好吗？啊，于老师三大爱好。有意思吧你们？有意思啊，闲着也是闲着啊。一瞧这女孩，当时谦儿哥就站住了，愣了，太好看了。哦呀，猛抬头，用目撒，墙上现出一位菩萨，菩萨他在墙上坐，就好似日出东山飞彩霞，一轮明月将心里照，雪地里现出一盆花。虽然她不是天仙女，月里的嫦娥比说她若与此人成婚配，抽烟喝酒烫头花，乱七八糟，传统戏，哪有传统戏？特别开心啊！啊，高兴！不离开这墙了，来回跟这走柳啊，在围着墙转，来回走啊，哦，这女的乐的呀。谦儿哥问你乐什么呀？啊，你脚底下有屎。嗨，我光看上头了。打这儿起，两个人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，交上朋友了，谈了有一个来月。哦，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我要带她回家见你父母，这是大事儿。女孩也特别的开心，嗯，特意的打扮的非常的淑女，嗯，头发也弄好了，烟都掐了，嘿，跟你回家见父母。去吧，一进门你父母特别开心的，那是啊，儿子终于有了女朋友了，就盼，快坐着吧。嗯，打姑娘进门，你爸爸不说话，哟，全是你母亲那儿张罗着啊，多好说，姑娘挺好的呀，啊，叫什么呀，属什么的，多大岁数了，问一问啊，吃水果吃糖，反正家不长理不短这点事儿呗，热情点，啊，聊天，嗯，聊来聊去，突然间，嗯，你母亲问了，这个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问到这个，姑娘愣了，那个。嗯，我是单亲，从小没见过我父亲，跟我妈长大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姑娘，那个你妈叫什么呀？嗯，我妈我不敢说。这有什么不敢说？子不言父，女不言母，这是尊重。什么年代？我母亲有个外号叫一朵花。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？你爸爸站起来了。这是清楚什么呢？你们家住前门外大栅栏胭脂胡同。哟，小时候住那儿，后来搬了。啊，姑娘，你坐着啊，你坐着。来，您进，叫我。这时候来着你，这时候来着你妈，啊，三口进屋了，是，把门一关，老头眼泪都下来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年轻时候犯点错误。你说说吧，这姑娘你不能跟她交往。为什么？她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妹妹。你瞧这事儿呢，眼泪下来了。那你们。谁想到出这么一个事儿？这儿哭着，他妈站起来，啊，没事，儿子，怎么着？好好跟着教我。因为什么？你不是你爸爸的。哎，这个是。